们的场周围，我们也邀请我们常驻的贵宾，甚至是我们会跳高声菜的这个我们的民众们，我们的朋友呢，可以一起下来场中间跟我们一起跳舞哦。来，我们邀请所有现场的贵宾们以及观众们一起来到场中央一起歌舞，欢迎您的加入。高雄泰舞快闪舞，哇！经过五天的比赛之后呢，在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推广活动当中呢，相信大家也学到了我们 WDSF 总会特别为高雄编的一支高雄泰，叫做高雄台步哦。所以呢，这几天下来，感觉家己足会晓跳诶。阿伯阿金袂晓跳，想要做回来学起来，也一起下来，我们到场中央来，一起跟我们一起跳高雄泰。没错，我们还在转播，所以要搏上位，要搏露出的，进来这位跳舞哈。来，我们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到场中央，来一起舞动世界，就在高雄，让大家看到高雄人的热情。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you still remember how to stamp your feet, right? Alright, it's time for Kaohsiung Tai! 来，一起动起来！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也邀请您一起来到场中央一起动。哇，这支高雄泰呢是 WDSF 特别呢为了这个运动舞蹈大会在高雄举办所特别编的舞哦，它融合了莎莎、拉拉，还有我们排舞甚至排客舞的各种舞步哦，都融合在里面，而且呢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舞哦，大家一起来跳。志工朋友，我们大家一起促成第一届运动舞蹈大会在高雄，让这一段美丽的舞蹈在高雄与各位市民与我们大家一起相遇哦。那我们也看到大家在场中呢，非常一致的一起跳着这个高雄菜。我们也要谢谢所有世界各国非常优秀的舞蹈精英来到高雄，为我们高雄呢增添了非常美丽的星光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共舞，带来最美丽的感动。
谢谢各位，我们也谢谢师长。